怎么这么倒霉啊？这我还想问你呢。哎，你快出去啊，我要叫人了，你到底干嘛？快出去。来厕所你说我能干嘛？啊，你个死变态，我很厉害的，你别过来啊。这是男厕所。啊，你以为你这样说我就信了？你这种人我见得太多了，大变态！我告诉你，别以为别人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假装看错了，对不对？我劝你趁现在我还没喊人，你赶快出去，我就假装没看到你。如果过一会儿的话，我就真的喊人了啊！下一位，薇薇，薇薇，薇薇，啊，薇薇，啊，这是下一位的简历。变态，不，大变态，不是不是，你听我解释。出去。那个，赵总请你出去，现在，听见没有？立刻出去，快走，立刻，走。哎，下一位。薇薇，这是我第一个月的工资，先拿去交房租。我新的助理呢？哎呀，赵总，我还正想跟您汇报这事儿呢。菲奥娜昨天晚上车祸，小腿骨折，现在人还在医院躺着呢。这助理的人选暂时没有合适的，把他给我找过来。一会儿把这货整理整理，放那货架上。这里是赵氏集团，你被录用了。啊啊！现在过来上班吧。现在吗？确定是我？哎，小点声！你以为你家呢？
你声音小点能死啊，耳膜都被你震破。对，就是你，现在立刻。听好了，20分钟之内赶到公司。还有，到楼下之后，去咖啡厅，买一杯美式特浓，喝一杯卡布奇诺，好吗？从长营到国贸20分钟，您当我长翅膀呢？您太逗了，您。那好吧，别来了。别，20分钟，马上就到。哎，记住了啊，咖啡，一杯美式，不加奶。哦。老板，老板，我走了，我走了。哎，还没到时间呢。那个货你自己搬上去啊，今天的工钱我就不要了。我走了。哎，你等等。哎，我今儿晚上还得约会呢，谁给我开门啊？耶！小姐，两杯咖啡，一杯美式，然后不加糖不加奶，还有一杯卡布奇诺，请稍等。谢谢谢谢，谢谢啊。小姐，你找谁啊？卡布奇诺。迟到3分56秒。今天第一天上班，我就放过你。谢谢彭总监，以后请叫我 David。 是彭总监。David， 去董事长办公室报道。进。特浓美式，不加糖不加奶。以后咖啡低于60度，不要放在我面前。切，穷将军。还有别的事儿吗？赵董，那天我那个……冷血动物，还低于60度的咖啡我不喝，不要端到我面前。哼，他以为我是温度计啊，谁知道几度。小妞，小妞，说你呢，过来。我过来。哦。这就是你的位子，今天下班之前把这些文件全部整理好，放在赵总桌子上，明白吗？这么多啊。对了，啊，明天再让我看见你穿这一身来，直接给我滚蛋，一点女孩子的样子都没有。那这是你工作牌，每天都得带，知道吗？干活去。
这是赵氏集团的资料，他们公司正在预购一批集团用车，我已经托人打过招呼了，但后续的销售还需要你来跟进，我希望你可以接手这个案子。陈总，我恐怕……哎，我愿意和凌霄一起拿下赵氏集团这笔单子。OK， 交给你们俩了。啊，就说是陈总介绍的。赵董，这里有份文件需要您签字。忙完工作，去玛莎拉蒂把这工作对接一下，合同已经谈好了，地址在里面。好的。喂，是魏小姐吗？是，您哪位啊？魏小姐您好，我是市电视台的负责人，恭喜您被抽中幸运观众，我们工作人员稍后将会将奖金发放给您。魏小姐，方便告诉我一下您的身份证号和银行卡号吗？什么？你说什么？你说我中奖了？你确定？你们是什么电视台啊？我压根就没看过什么节目。拜托你下次找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借口来骗人好吗？嘘。喂，你到底有完没完？我告诉你啊，你还真当我是天线宝宝了？你把你的智商锻炼好了再来行骗行不行？你要是再敢给我打电话，你信不信微博人肉你，把你打成天线宝宝？你出门忘吃脑残片了吧你？老板，那个我刚刚是2个小时之内，去给我买一套同学聚会穿的衣服。抛去打电话的时间，你现在还剩1个小时56分钟。如果到时间我看不到衣服的话，你就可以去演你的天线宝宝，明天再也不用来上班了。哎呀，怎么会这样啊？我到底是造了什么孽？上天派这两个人来折磨我？怎么办？怎么办？宁雪，喂，宁雪，救命啊！你要再不来救我，你就要给我收尸了。大小姐。
等你等了半天，电话你也不接，这是哪儿啊？这儿，给我的地址就是这儿，应该没错，去看看哈。走走走。嗯。您好，请问是许先生吗？对，您是？哦，我是赵氏集团的，赵振南先生让我来取衣服的。行，进来吧，两位。嗯。两位，这边请。啊。哇。这里几套都是赵总的，你自己选，选好了告诉我。好，麻烦许先生了，谢谢你。谢谢。那我有事先去忙了。嗯，好。哇，哎，你猜这里一套衣服多少钱？不知道。谢谢。谢谢。这个地方我得常来。都是男装，你来干嘛呀？这目标都明确呀、啊！你看这纽扣，哇，这上面都是有年份的。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这里是提供终身售后服务的。这些有钱人也太麻烦了吧！一件衣服穿十年，这你就不懂了。那好衣服还能穿一辈子。啊，当务之急是赶快帮他选一套衣服。哦，对了，同学会是吧？嗯嗯，既要彰显品质，又不能太俗的。啊，这件正装气场太强了，不行。那这件？不行。什么呀？这件，既休闲又正式。嗯。哎，可这料子。是亚麻的，容易皱。万一你们老板下班之后不回家换衣服，多尴尬，也不行。这件，就它了。比较满意，一会儿把这件衣服拿到干洗店，叫高压熨烫。穷将军真会找事。说什么？我说，太帅了。拿好东西，快点出去。还在调侃我是吗？今天呢是咱们毕业之后第一次聚会，大家吃好喝好，好吗？好，所有的一切都算在我身上。赵董，对，厉害。怎么样？你考虑一下吧，只要你开口，钱绝对没问题。
我孟童在你心里就只认钱。我跟你说，我孟童这辈子最不稀罕的就是钱。你误会了，这是我经理一二三次了，三顾茅庐了。你要是再不来，你就太看不起我赵振南了。看得起，看得起，你喝多了，你多了。服务员，服务员，你好，赵总。再来一杯。好的，没你事儿，你下去吧。哎，我没喝多。你喝多了，以前都是你喝多了，我把你扛回去的，兄弟，少喝点吧。这次没关系，我有私人助理。助理？我打给他。哪个助理啊？变态是上天派来折磨我的吗？哎，限你十分钟之内赶到美丽酒吧。行啊，你小子，来，喝。十分钟？你当我是都教授会时间转移啊？我就不去了，死变态。哼，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哎，你干嘛那么着急啊？赶上投胎啊？再晚连胎都来不及投了啊！你不会是又要去伺候那个变态老板吧？你知道了 ，bingo， 答对了，加十分，拜拜！哎，记得锁门。好嘞。什么情况？大半夜的。这什么变态老板啊？哎，赵总，喂，来。你干嘛？你好臭啊你！拿去买件新衣服，明天跟我参加酒会去。我命令。我都 kill， 我都 kill。回来了，我回来了。蜜雪来啦！哎，回来了。你怎么来了？这么晚。又跟你妈吵架了？哎呦，可不是嘛！我妈快烦死我了，天天唠唠叨叨的。还是跟你们在一块儿比较清静啊。可是你来了，我们俩就不清静了。微微，我去洗澡了。嗯，我也去洗洗。哎，嗯，不对呀，微微，你怎么一身的阳气呀？你乱七八糟说什么呀？是不是跟男人在一块儿了？嗯，谁呀？快告诉我，我认不认识啊？我老板喝多了，我把他送回家。啊？送回家？你怎么没留宿呢？你发烧了吧你？哎，我说魏大小姐，你都24了还单着身呢，你想什么呢？你怎么不泡他呀？一个喝醉酒的帅哥就躺在你的身边，这么好的机会你怎么都不把握呢？哎，你们老板既然打电话给你，那就是对你有想法。嘿，结果您倒好，还装纯，活该您单身呢。你想啊，嗯，你
你想你去别理他，都是被韩剧毒害的、啊、我还巴不得去呢。我你俩这都是什么思想啊，一个个都这么大岁数了，你俩就没有幻想过一个帅哥躺在你们身边是什么感觉吗？切，还装纯，装纯给谁看呢？看我的韩剧去。欧巴康萨哈米达萨拉嘿哟萨拉嘿哟康萨米达宁雪萨拉嘿哟康萨米达。喂啊，这都播三遍了你还在看啊？看啥呀？哪个好看？你干嘛去啊？你去酒店给人拉门还是倒酒啊？什么呀，我明天要陪老板去酒会，不知道穿哪件好。酒会？哎，什么时候在哪儿？那个能不能带我一起去啊？这个，哎呦，我又不是没有参加过酒会，你就跟你老板说带个朋友又怎样啊？好吧，谢谢，我一定不会忘了你的提携之恩。那你干活帮我看看穿哪件啊？哎呀，选衣服找我，你就是找对人了啦。哎，我跟你说，这衣服固然重要，但是你这个气质也很重要。你听我说啊，现在要挺胸，抬头。哎呦，抬头是抬头，但是要微收下巴。然后你看人的时候呢，要深情一点，含情脉脉。你要不时的放个电。哎呦，你这什么呀？你斗鸡眼了你！哎呀，行了，就这样，就这样吧。是这样吗？哎，走走走走走，给你选衣服去。你是永远也到不了我这一步的。哎，来，你可坐好了，看我现在要给你大变身，咚，一定闪瞎你们赵总的双眼。哎，不对啊，你们赵总除了带你还带谁啊？就我一个。就你？我们来好好配合配合他啊，一定不辜负赵总对你的期望。哎呀，天哪，胡说八道什么呢？他怎么可能看上我？他每天的脸就是这样，不可怜，谁要跟他在一起啊？哎，人家有钱任性点儿，怎么了？你就不能宽容一点啊？明天你穿什么风格的？哎，我知道了，甜的，哎呀，甜的不行。哎，香的，香的也不行。哎呦，酸的、辣的都不行。哎，天哪！你别闹了，我是去酒会，不是去酒吧。哎呦，你快起来嘛，起来，我们快点下菜，快快快！你们赵总喜欢什么风格的呀？快说。你不要总是赵总赵总的，我是去工作的。哎呀，你这思想就不对了，你当小助理有什么出息啊？我们总得往老板娘上奔吧。老板娘？我当小助理就已经很满足了，谢天谢地了，你知道我有多忙的。感情的事情我就暂时不考虑了。哎呀，你就别讲那么多了。喂喂，你没有时间谈恋爱，但你总得结婚吧，到时候你结不了婚你就哭死吧你。那我除了这些没其他选择了。有，我这次过来什么都带了，就包在我身上，我就是个哆啦 A 梦，要啥有啥，等着。哎呀，当当当当啊，不好意思啊，有点乱，我整理一下啊。哎，伟伟，我知道了，你适合穿有气质的，等着我给你找啊。这件怎么样？哎呦，不行，去的都是有钱人，我这个是山寨的，太跌份了，我给你换一个。哎，这件不错哦，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会不会颜色太抢眼啊？我又不是主角。喂喂，这件多好呀，这你的思想就不对了。哎，你穿上这件绝对回头率10%。宁雪，你就饶了我吧。不行，我跟你说，你这就是好比给你一片森林，你只要了一根柳枝；给你一片大海，你只要了一滴水，那么不求上进呢？这，哎呦，好了，别多说了，快去快去啊！这真的好吗？回头上位了，你要好好报答报答我啊！快去！哎呀，快去吧！这真的好吗？快点，你相信我啊！哎呀，快去！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很荣幸大家能够参加熊大集团20周年的答谢晚宴。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熊大集团董事长林永雄先生携夫人赵美华女士上台致辞。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好友，大家晚上好。我代表熊大集团对今晚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朋友们不辞辛苦，千里迢迢地前来道贺，并洽谈商贸的有关事宜，为我集团建成20周年添了一份热烈和祥和，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并对朋友们为增进双方的友谊而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的行为表示深深的谢意。今天我还有一份特殊的感谢，那就是感谢我的家人，这么多年没有他们的支持，没有他们的理解，相信我熊大就不会有今天这份辉煌。所以我希望大家以热烈的掌声送给我的夫人赵美华女士。在此新老朋友交会之际，我提议，为了我们以后的精诚合作，为了我们以后的友谊长存，也为诸位朋友的家庭美满和身体健康，大家共同举杯。朋友们，干杯！这是你朋友啊？不认识，这种人我怎么会认识呢？突然出现了一个小插曲，也挺助兴。来，朋友们，我们先干为敬。接下来到了舞会的时间，希望朋友们在一起玩得开心尽兴。
饶导，我们去。你要想着我，那就要先留个电话了。怎么样？没问题。这么漂亮的姑娘，能请你跳支舞吗？我跳不跳舞关你什么事啊？要你管！微微，跟我跳支舞。好啊。微微啊，赵董刚刚喊你了，什么时候？也就一个小时之前吧。我到了。微微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保重吧。赵总，自由散漫，毫无纪律，这就是你的工作态度，对吧？约好6点半送镖，说我现在给你10分钟，备好所有的材料，6点楼下见。如果你出现不了的话，以后都不用出现了，明白了吗？哦，出去。老李，哎，董事长，停一下车，你等我15分钟，我去买个东西。嗯，好的。赵董，您请。嗯。把新品拿给我看一下。您请看。坐。选一个。啊？这个挺好。
看呢。试一下。来，戴上试一下。赵总，这不合适吧？合适，赵总真有眼光，这款项链适合你女朋友。哎呀，我才刚来公司，我也没做什么贡献。不是给你买的。哦，就它了。职工们刚刚参加完公司大会，大部分对自己的薪资不太满意，所以我决定在下个月给全体员工加薪。嗯，小幅度的加薪确实是趋势所向，可是股东会不会有意见？请进。赵董，高层合同签好了。哎，微微，最近表现不错呀。还有，你那个咖啡煮得越来越好。戴维，你把合同拿给财务部核实一下，让他们明天拿出来。好的。等一下，心情不好？没有。工作太累了？没有，赵董你多虑了，我挺好的。我知道你是个要强的人，但千万别因为工作的事情把自己累坏了。晚上下班之后，我请你吃点东西。请我吃东西？啊，谈工作的事情。嗯，那我先出去工作了。上班的第一天起，我就开始喜欢他了，而且他自己心里也清楚。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他？这么说吧，从现实的角度考虑，凌霄经常跟我提起他的梦想。我想你也知道，他喜欢车，他的梦想就是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改装车店。他现在在我这儿主要是为了学习，而我也会不遗余力地帮他，帮他参加汽车设计大赛，帮他介绍更多的人脉。总之，在他成功路上的每一步都会有我的陪伴。吃啊。哎，吃啊。赵董，我今天不是在公司，叫我名字就行。好，我知道了。说吧，怎么了？说出来我帮你解决。没事儿。我自己的一点小事儿很好解决的。你就别瞒着我了，你的情绪逃不过我的眼睛的，我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你，因为我很在乎你。别闹。我喜欢你。可赵董，振南，你是我上司。谁说上司和下属不可以谈恋爱了？哪条法律明文规定？可是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是凌霄吧？恭喜你，你们能在一起，我很开心。如果他欺负你，一定要告诉我，我帮你教训他。还有，我会继续保留追求你的权利。喂，凌霄，我要见你。见我？从小，你就喜欢跟我抢东西。你想说什么呀？来看爷爷给你们买什么来了？哎，爷爷，书包，两个书包。书包，来，你们自己选啊。我要这个，哎、我先看到的，给我弟弟。别抢啊，他是你弟弟，他要喜欢的话，就把这个给弟弟啊。哎，这里也有，一样的啊，都一样。这不很好吗？嗯，来来来，那个时候抢不到的话，一定会又哭又闹。没想到你这个做哥哥的，这么多年了还对这点事耿耿于怀。你现在找我来，不是为了说这件事吧？微微跟你的事儿他都告诉我了，没想到这次又被你给抢了。哥，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跟你抢任何东西。是，我小时候是喜欢跟你抢，但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懂事，请你不要拿这件事情跟薇薇做比较。薇薇只有一个，而她喜欢的是我，不是你，请你不要让她为难。放心吧，我不会让她为难的。但是我想让你知道，我在乎她，所以我不希望看到她不开心。你什么意思？如果你跟他在一起，不能让他开心幸福的话，我希望你滚远一点。赵振南，我一直看在你是我哥哥的份上，我对你已经很客气了。我的事，轮不到你来管。我看你是喝大了吧？你伤了我最爱的女人，我就要管。今天呢，我这个当哥哥的就要教训一下你这个不称职的弟弟。好，你试试。你小子，给我抢！哎呀，终于熬到点儿了。哎，你一会儿干嘛去啊？我呀，上周约了健身，不是说了吗？要去一个星期呢。嗯，我还说跟你一起去逛街呢。哎，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谁要当你的电灯泡啊？哎，薇薇，咱们一起吧。你这一天魂不守舍，怎么到下班还不清醒啊？哎，你陪我去逛街，去世贸，顺便买几件衣服。哦，改天吧。我今天不太舒服。哦，这样，那你好好休息吧。啊，我先走了。嗯，拜拜。哎，你臭美什么呀，赶紧走。哎，你等一下嘛，咱俩一起走。快点儿，磨磨蹭蹭的。
去哪儿啊？我送你。哦，我去买东西。顺路。哦，不用了，我坐地铁很方便的。那好吧，你送我吧。今天这么安静啊，换风格了，安静的美女子。林霄是不是欺负你了？说，左胳膊还是右腿，我帮你砍了他。你哭什么呀？来来来，喂，你这。甭回家了，今天我带你去个地方，散心去。散什么心啊？我要喝酒。你不是酒精过敏吗？我就是想喝酒了，怎么了？神经病。好好好，喝酒喝酒。好，不醉不归。出发。出发。好了，别喝了，差不多了啊。什么差不多？你一个喝汽水的人，凭什么说我？现在都反了。以前都是男生喝酒，女生喝汽水。现在都是男生喝汽水，女生喝酒。牛哥哥，我要开车了，你别闹。开什么车？把车停这儿，打车回去。你要是男人，你就跟我比一比，谁更男人？我男人。啊？开什么车？停路边去，打车回去。快点喝。行，不用上了啊！你为什么不喝？我求求你了，你赢，你赢了，好不好？你赢了，我赢了，我赢了，你也得喝，陪我喝，喝吗？起开！走，别喝了。啊，我还没喝完呢。你走啊！我没喝完。就站着啊！停！不是，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喝那么多酒干嘛呀？成何体统啊！谁说女生不能喝酒？这些都是你们男生为了约束女生定下的规矩。现在的女人要自由，哎、要平等。我正开车，带着去。哎，去外面啊！
我新买的车，你就吐在这儿，我多难清理啊！对不起，我帮你清理吧。你非喝这么多，难受死你！我心疼车，第二我见不得你这个样子，现在开始自己打车回去，没人管你。谁让你管，我自己打车回去。衣服给我。衣服给我。真的，你是猪啊！哎，也不知道减肥，有没羞耻心啊？喝点水，我咋是呼噜了？你这跟爷们有什么区别？微微，原谅我对你的蛮横，感谢上帝，让你出现在我的身边。是你让我的心柔软了下来。你要是没醉就好了，这样我就能知道。
你好，赵董吗？哎呀，什么赵董啊？你打错了。这不是赵董手机吗？喂。醒了，衣服帮你洗干净了，挂在外面。还有，你手里拿着一个明朝的花瓶干什么呀？好看。哦，小心点儿，400多万的，我爸最喜欢的。400万。舌根怎么样？我的头呢，可不止400万。吃饭吧。吃啊。我问你啊。嗯。昨天。我没睡你，你自己把衣服脱光了扔在地上，却是我帮你洗干净的，很失望吗？吃饭吧。刷牙了吗？牙膏牙刷给你准备好了，别拿错啊。哦。你先进去。哦，谢谢。薇薇，早啊，早啊。薇薇怎么坐赵董的车啊？就是呀，连昨天穿的衣服都没换。我看八成啊，是昨天晚上没回家。啊，怎么这样？就是，什么人？是羡慕他，你不羡慕啊？走走走，咱们上班了。走啊，我送你啊。不用了，我坐公交回去就行。
你怕被别人看见？啊，不是。身正不怕影子斜，况且我们又没做什么。怕就怕空穴来风嘛。陈倩倩不是你想的那样，薇薇，你别生气了好吗？薇薇，你想干嘛？他现在好像不想看到你。薇薇，赵振南，你别见缝插针啊，请你离他远点。离他远点？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呀？就算我没资格，也轮不到你管了。哼！可是他难过、伤心、需要安慰的时候，是我在他身边陪的。没事吧？你怎么在这儿？怎么了？没事。那你刚刚在这儿？坐久了，我起来活动一下。啊，其实吧。有时候呢，心里有点烦心事儿，然后找个没人的地方发泄一下是好事儿。当然是在不毁坏公物的情况下。很幽默吗？喂，我只是想安慰你一下嘛。不需要了。不需要就好。董事长好。死要面子活受罪。